2023台中市民野餐日的代言人，形象必须要正向、阳光、清新。那有关于我们目前代言人的一个状况呢，我们以最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会解除我们的委托。那由于我们的代言活动呢是由我们的厂商来做承办，所以后续相关的一个球场或处理，我们会交我们的活动公司来做处理。